人气乐团宇宙人热力开唱，炒热现场气氛。台湾在地品牌现场摆摊调制珍珠奶茶，这些日本人感兴趣的话题，九月下旬都将原汁原味搬到日本上野公园。2020东京奥运即将到来，文化总会从去年开始结合台湾民间与政府部门，在日本东京举办台湾 Plus 三年计划，传递台湾新世代的文化创意与音乐能量。我们的摊位也是更为丰富精彩。那音乐表演方面呢，过去年是六组，今年是八组，而且更年轻更当代，今年比希望去年更有深度的台日方面的交流。台湾在日本举办最大规模的创意市集和音乐节，今年将以台式唱片行为主题，集结客语摇滚声响乐队、台湾族歌手 Balai 等八组音乐团体，展现台湾流行音乐多元融合精神。台湾 Plus 第二回规模更大，活动更丰富，将台湾新文化能量带去东京，让更多日人爱上台湾，并打造台日文创合作新可能。三立新闻。